《亲爱妈咪》是一部雅俗共赏的奇片，影迷朋友看了会啧啧称奇，妇女观众看了会痛哭流涕。电影金童扎维耶·多兰推出最新力作《亲爱妈咪》，再现母子亲情的饱满张力。多兰他很擅长把亲情跟爱情，那个很复杂的纹理这样抽丝剥茧出来，然后用很复杂的语汇跟很激烈的手法去论述他们。荣获坎城影展评审团大奖，《亲爱妈咪》才突破性的1:1比例拍摄，宣示自拍世代的来临。那1:1的特色就是，当你把一个人放在画面里面的时候，它会很聚焦，你会放大，就是画面是缩小了，没错啦，但是你的脸部表情是被放大的，对，你会看到就是。他很强烈的表达角色里面很紧密的共生的那个关系。本周五一项世界为您深入25岁电影金童多兰的新作与个人魅力。每周一至五锁定 UDN TV 异想世界。